来，送人过来，进门，进座位。来，郭大明，点完课下哈。现在灯会的时候，他都特别忙。这礼拜就要模拟考，然后上礼拜他去摆摊，他也没时间读书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帮忙那个卖饮料，我们是从都有摊贩啊，摊贩要搬上搬下的，怕把你的满身大汗啊，然后有时候可能还用到手受伤。 脚承受太重的压力，可能就走太动，走路还会这样一步一步的，觉得很心疼，所以才让爸爸。两边没有做使用，回家你可以做。他小时候就开始会做这个，我觉得这也我很佩服他。你们用好的话，就手容易就被烫到，烫到的时候就直接破皮，直接起水泡，会非常烫。等一下。 等一下，擦一下，我进，我手可能。面墙贴歪啊！效果都是六十六。今天如果有买，来，过来啊！那下警察比较好，我们请坐。要过上面。